朋友们，这也是上期给大家更新的做一个仿大理石的一个效果。完全干燥后，咱们披挂咱们家最新研发的新一代激光釉，薄皮披挂3到4遍，第四遍披挂完干燥个5小时左右，然后咱们用震动式的打磨机去打磨，把它打成哑光的，打磨平整，越平整后期出来的效果会越好。此款激光釉打磨超级的省力，打磨平整后，咱们用抛光机上纯羊毛的羊毛盘去抛光，抛出来的光泽度就和镜面是一样的，和真正的玉石瓷砖是没什么两样的，特别的漂亮，它的防水性也是超级的好的啊，朋友们，有喜欢激光釉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的链接去购买啊，朋友们。